好，我是广式小凤，今天呢、来体验一下插秧抛秧这个。我长这么大我都没有抛过也没有插过，因为我小时候啊都没有干过这种活啊。今天呢、来跟我姐插秧抛秧，人生中第一次干这种活，抛秧插秧，现在下去干也不知道会不会搞不搞得过来，我还没会呢。大姐怎么抛？就行啦。哦，这样子啊？对呀、很简单。有没有马王啊？有马王也吸不了你多少血，你那么瘦。哎呦，说得。对，前面那些骨头。不用戴手套吗？戴手套怎么抛啊？哎，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不戴就不戴嘛，真的。戴手套你听不到。早知道我就不来了。不来就想去找小勇啊。关你什么事？我去找谁？天天的那些头脑啊，不知道想什么。这你喂鸭你就喂鸭嘛，好好喂嘛。这你来干这个你就干这个嘛。怎么哪那么多事呢？那么多什么什么呢？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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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送你两斤奶，你去哪拿饭？赶紧上来。知道了。哎呀，回农村创业，不单是要喂猪喂鸭，现在啊。又跟我姐来插这个田了，插这个秧了，我都没插过，我都没搞过，我都不知道会不会。有一件事你不会的，不会不用学啊。我就是不会啊，现在。吃饭会不会啊？要人家教你啊。吃饭不会啊，吃饭要自然会的。自然会的，这个肯定也要自然会啦，秧秧下去就行了。看了没有？这个就是我们的稻谷田。什么？啊？你这个速度怎么行啊？插快点。那要怎么插？你像我那样啊，你看你这个手不会移动的呀。哎呀，插秧插秧，你只插一个手啊？那肯定要两个手都要移动的啦。这样你怎么插？捋进去。这样子啊？就是啊，我都扎泥，你都不扎泥的，你插什么秧啊？你把那些玩的呀，玩的话来，就来这里干什么？快点！不是这个手一搞进去，人家的。全部是泥的，你以为啊？那插秧不是泥，那是什么？赶紧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扎不像小勇骂你那么好说话的，我不像小勇那么好说哈、你赶紧做快点，要不然等一下那个鸭我下去我不给你喂了。不是我养创业养鸭就养鸭，没有创业种田，我还要来种啊！哎呀，怎么不来种？那你在家你喂了鸭在家干什么？不插呀？我在小勇家我都没干过这种活嘞，我家不是小勇家呢，我家是我家呢。插秧做什么？要像什么磨磨唧唧的，万一哪天炸了炸农村的话你就不会做，在我这里学一下还好一点，有基础。我肚子都饿了，咕咕咕响啊。插秧肚子饿了没办法啊，是吧？快到点了，得回去啦！现在没到点。对啦，插快点嘛！你这个速度都没有进展的呢。对，你那个脚，那个脚干什么？能不能打开一点呢、站在那个中间去。对咯，为什么打开呢？那这样子的不是很好啊？你插这里来，扶的，然后在这里扶的过来，不用老是移那个脚，那脚都不打开的，还来这时候帮我插秧。说真的，我在小勇家我都没有插过这个，然后在我自己家我也没干过了。现在回来跟我姐创业啊，又要喂猪，又要喂鸭，又要守鸭，又要看猪的，然后又要跟她插这个东西，我都没插过。我20几岁，20几年，我是第一次插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现在不去插，现在这样一样的。但是呢，我怕搞到你衣服，所以说我才这样插的，好不好？赶紧。就是咯，做什么事就要像什么样吗？做啥像啥吗？磨磨唧唧的，又要干活又要干活，每天有干不赢的活，太烦了，每天都这样。赶紧啊！刚刚我都跟你差那么多了，都赶不上我的呢。我哪有跟你比啊？你这么快，我也没差过。谁差过？你没差过吗？我差过，但是你不能那么慢啊。真的是，我跟你说啊，说什么？你以为现在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？想什么插秧啊？插秧，插秧都插得那么
养别的东西。想你那想这些猪啊鸭有没有喂咯？也不让你管，我叫你姐夫去喂了，今天啊。哎，一天到晚的想着那个小勇嘞，是不是？我不见到他，我见到他，我要他回桂林。对啊，赶紧啊！这样还不行吗？行什么行？都跟不上我行？哎呀，他每年都插我，第一次插我哪里能跟他比？真的是，你比我年轻啊，年轻的得做快一点啊！我能插成这样算好的了，好什么好？赶紧，这个脚都被扎出血了，这里。你以为那么容易啊？叫我快一点，快一点。那你现在打好基础，万一嫁到农村的话，有你受的，啥不会，干啥啥不会。哇，我姐真的是速度比我快多了，而且她插得很整齐，我都是扭扭歪歪，扭扭歪歪的。为了你这个人，你都不正，老是想到那个小勇，怎么可能会插成正呢？没有想他的回桂林啦，回桂林，我姓刘，都说回桂林了，不种田吃什么啊？他那么那里啊，买啊。我怎么知道他吃什么？对喽，你看，哦，有进步，有进步了。腰酸背痛的，说真的，这个插田啊比打螺丝累多了，打螺丝啊还没这么脏，现在搞得全身都是脏的，幸好今天太阳不大，如果今天太阳大的话不得了，太不容易了，插了一天腰酸背痛的，现在回去做饭吃了。